春不老，万两金，是春节吉祥植物。你瞧，这么漂亮的果子可以吃吗？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，请点赞、订阅、分享。东方紫金牛一年到头都开花，叶子浓密，果实量多，被视为吉祥植物，象征多子多孙、长生不老，因而得名春不老、万两金。新加坡原生植物紫金牛科紫金牛属多年生小灌木或亚灌木，是濒危物种。在新加坡园艺园林辟有原生植物区，培植本土植物，主要产区在热带及亚热带，其他包括印度至中国东南部、琉球群岛、中南半岛、苏门答腊、婆罗洲、菲律宾至巴布亚新几内亚。东方紫金牛身强体健，耐风耐阴，抗疾，不择土质，但以沙质土壤为宜，一般长在沿海森林与海岸地带，高6米到15米，在新加坡通常不会高过8米。东方紫金牛从吐出新芽到开花结果，都呈现一片盎然生机，欣欣向荣，让人感觉一切充满希望。它的新叶是红色的，绿中一抹鲜红，像盛夏里早来的秋色，是美化环境的优良树种，常种植于路边。花呈簇状生长，粉红色至白色，约15毫米宽，有下垂的蜡状花蕾，如毛笔锥形笔头，长5至8毫米。果实约10毫米宽，从红色至紫黑色成熟，包含一颗种子。东方紫金牛果实可食用，整株都可制药，具有止咳化痰、凉血止血、解毒消肿、利水渗湿等功效。叶子或根部的汤剂用于治疗心口疼痛，针对跌打类损伤有良好的缓解效果，可以直接外敷在受伤处。请牢记遵医嘱，切忌擅自食用。东方紫金牛的叶子是多种蝴蝶的毛毛虫的食物，往往被啃噬的千疮百孔。花朵吸引了珍珠蜂与蓝带挖掘蜂，由它们传授花粉。果实是鸟类的食物，也由它们散播种子。想要在家中种上一片不老的春天，可以试试自己养一盆栽。不过从淘洗种子、浸泡到下种、浇水到发芽，约需2个月时间，非常考你的耐心。栽种详情可上农业儿童网看小小绿手指的巧思，链接请看底下的说明。朋友、友人、老人、家人、同事、领导。东方紫金牛，紫气东来，来的不是老丹的青牛，骑着不老的春天，展露青春笑颜，点染枝枝叶叶，长留人间。牛年即将过去，拉着牛尾骑上虎背，盼望虎年虎虎生威。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，请点赞、订阅、分享。我们下期再会。